耶利米书第一章。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，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，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，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，就是11年五月间，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。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。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我就说，主耶和华，我不知怎样说，因为我是年幼的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，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，你都要去。我吩咐你说什么话，你都要说。你不要惧怕他们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于是，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。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。看哪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施行、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又要建立、栽植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。耶利米，你看见什么？我看见一根杏树枝。你看得不错，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，使得成就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。你看见什么？我说，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，从北而倾。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，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。看啊，我要召北方列国的众族，他们要来，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，周围攻击城墙，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。至于这民的一切恶，就是离弃我，向别神烧香，跪拜自己手所造的，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。所以你当束腰起来，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，不要因他们惊慌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。看哪，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，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，并地上的众民反对。他们要攻击你，却不能胜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。